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来欢迎我们首席语音官，请他上台，马克·阿什利 ，Marc Ashley。 大家早，早安。哇塞，太好了，谢谢大家。大家早，早安。哇塞，太好了，谢谢大家。大家早，早安。哇塞，我非常的非常棒的一天。大家实现突破的一天。我们过去半年以来，甚至过去一年以来，一直呢，幕后呢，非常的努力，我们一直埋头苦干，让大家能够在今天呢，在最近能够实现出很好的成果。我们要推出非常非常棒的大突破的，能够改变大家人生的产品，比过去的产品还都更棒。 我想最好的给大家介绍新产品的方法呢，就是首先启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今天上午肯定会过得很愉快，我们会有新的发明、新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要开始了吧。首先呢，也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能够知道，说我们产品 的背后呢，才能够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让它能上市？我们美安的产品使命27年以来一直是一成不变的，一直都没变。很多公司的使命每两三年都会有变化，我们27年以来呢都没变。我们是产品累积的公司，我们不是自己生产，而是经 做经销的，我们找出最好的、最棒的产品和成分，都是在数十亿美元市场和行业中找出这些产品。你作为超连锁店主，就可以做经销商，让你大大的提高你的收入。作为经销商，我们可以为你 提供最好的产品，我们和最好供应商合作，最棒的一流的供应商一起合作，跟他一起研制出，跟他一起提供最棒的产品。我们如此以来是最灵活，让大家能够快速推上市场。在这个道理的背后 的好处就是，我们所上市的产品不会是骗人的产品，绝对不会是骗人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科学累积的，我们的成分呢也是临床试验来验证的，是在学术周刊做出版的科学的研究累积的。 我们的产品也都是最一流的、无出其右的产品，是最高质量的产品，全球最高品质的产品。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产品不仅仅就是要通过一层的品质的这个控制，甚至我们要做 层层把关，要做两层的才能发货给你，发货给你的顾客。首先是制造商这一关，做制造的制造商都要由美加澳洲等国家政府的检查机关来做检查，来做验证，他们都做良好生产规范。所有的产品要达到 效能、纯度方面的
这个关。一旦过了关以后，我们完全已经符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标准，但是我们的标准比它更高，所以我们设了第二层的这个关。我们已经绰绰有余的通过标准，但我们还要要求自己做第二层的这样把关。过了第一关之后，还到美安的分销中心，从我们分销中心也做批量的检查，所有的文件也要做两次的检查，制造的批号包括提单等文件都要做个检查，送到我们美安实验室做一个再一次的检查，产品在自己实验室做验证，它要达到所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才发货。这不是他要求，而是我自己给自己提的高要求，这就是我们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的标准，这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才是美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美安与众不同之处，标准质量都最高。我们的产品大家都 不就同意吗？我们的产品完全改变了其他人的生活，改变了别人的人生，除了财务自由以外，除了收入以外呢，我们还有更好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以他为当然，但是就是帮他生活的健康，瘦了身，延长寿命，到最后还可以延长寿命。我们不仅仅是科学利基、临床试验利基，我们也有科学家和医生在我们公司里任职，同时我们的配送系统是最好的，全球最棒的配送系统。我们等肾产品呢，等肾产品和营养药品都是最先进的不含面筋的产品，它也没有做基因改良。我们每年应该赚数百万美元，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些产品，每天应该服用我们这些的产品，每天都用，对不对？有多少人用我们每 Daily Essentials 的产品？举手，知道吗？除了我们生产和发送产品以外，我们有了产品之后，我们要不断的精益求精的进一步的完善，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一套的产品，我们现在还在销售。每天早上我和马蒂和科学家们都要读每份的产品的评估，你们客户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评估，我们看完了我们还要回应，我们还贴在网上关于辅酶消化辅酶方面，我们听很多店主要求把 Daily Essential 的四瓶产品让它服用起来比较简单，让它能够除了在家里服用以外呢，在外面也可以服用，这包含 OPC3 也包含钙质也包含 B 复合维生素和综合维生素，把它变成是 Daily Essential 的小包，在外面也可以服用，非常方便，非常容易。无论我人到哪里，它其实轻轻地放口袋里，我只要把它在水里泡一泡，喝水，然后一天就保证身体健康。地球上每一个人应该都服用它，可以延长寿命。这个也可以治 BBD 的。我们还有一个消化酶素，它包含益生菌，我非常喜欢这个产品，我觉得是美安最好的产品之一，我可能会不断的重复，今天早上不断的告诉你，这就是全球最好的产品，因为我们美安的产品通通都是地球上最好的产品。马蒂和科学家们、医生们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
益生菌的产品。我每天晚上，我和我太太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吃。我吃饭的时候呢，吃饱了之后呢，上床睡觉很不舒服。我只要吃这个产品，就帮助消化。每个人应该天天都吃。其实科技部门说可以把这个小包，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吸管的形状，这样子的话呢，服用起来更方便，储存起来也方便。如果你储存的不好，它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如果用这种包装方法的话呢，它就不会变质，也不会变硬，0%，它那个硬化的可能性就降到零。它就用我们包装的新科技实现出新的目标。之后呢，就有了等渗的 essentials 的这个药包，就完全是个性化的，看看你想怎么吃。有 turn up， 有 turn down， 有妇女健康包，有抗老化药包，还有大家看到了吗？我问大家，给大家提个问题，就是说有多少人每天都吃八杯的这个蔬菜？不可能每一个人吃这么多蔬菜每天的，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要填鸭式的给他吃，就像这个男的一样。其实，马蒂呀，我告诉你，不可能，任何地球上任何人都没有吃那么多的蔬菜。所以去年年底以前就，推出了等渗 ，complete green， 就是全绿色青菜的一个药包，我们用等渗的格式提供给大家。它是用八种不同的超级食品的方法，只有这个等渗绿色补充食品，它是用有机成分，它是唯一一个在市场上用有机成分的上市产品，叫做等渗绿色产品。有八种不同的超级蔬菜食品组成的，它提供的是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支持免疫系统，它也不含面筋，它很了不起，很棒，真的很棒的产品，因为一定要养护我们的心脏系统。光是一种产品有时也不够，我们除了最好的配送系统以外，我们的产品之间呢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一个心脏健康 heart health 的产品，同时养护心脏系统，也保持身体健康。我们也提供其他的产品，让所有的产品能够有互补作用，包括我们全新生活瘦身的解决产品，让你能够活得健康，瘦了身之后不会再胖起来，继续生活的健康。它是很了不起很棒的一个产品。这一年以来，我们还新加了一种新的产品，我每天早上都喝杯咖啡。有了这个产品以后呢，我就开始喝瘦瘦咖啡。所以我咖啡每天不是要喝一杯吗？我同时喝咖啡，同时也可以消化我的脂肪。我到了下午呢，我不再喝咖啡了，我已经喝完了瘦瘦咖啡，包括购物年金品牌的咖啡。到了下午我就开始喝茶，我就喝瘦瘦茶。我喝瘦瘦茶的时候呢，这种茶呢是不含面筋的，同时可以控制食欲，体重管理也能实现，它同时能够给出最好的效果。现有的产品不断的完善，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透过新科技新的研究来精益求精。新的研究显示很需要益生菌
当做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益生菌可以帮你心神两方面都健康，包括可以瘦身，所以我们就推出了益生菌 Probiotics 10益生菌10的产品。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这就是我们的产品组合，这也是我们后端为了做产品所做的事情，包括这个成分的采购，也包括基于临床试验的科学成分。我们品质控制是两层的，我们的配送系统也就是无出其右的，我们现有产品不断的精益求精，我们要以最好的最一流的成分来做出最好的产品，让你能够生活的很健康，又实现财务自由。好，那你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在整个生产产品背后的内幕，你们现在是不是做好准备看到我们新的产品呢？好，那现在就应该清醒了，因为我呢现在要给你一些振奋人心的信息。做好准备了吗？你们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的事业的生长以及 OPG3 的成功？好，那我现在的听起来好像这都是已经打破的记录。你说世界上最棒的产品是什么？我呢可能三四个产品我都说了，这个产品所有人都应该每天服用 OPG3， 那要不然的话呢，它等于是自己受损。那我们这个团队要知道，我们 OPC3 之所以如此有效，那就是因为它里边有碧螺酯这个成分。这个碧螺酯它是一个，这是法国的这种水松皮的一种提取物。那这个呢是绝对是所有的松树皮当中所提取的最好的物质。那碧螺酯它也是专家研究最多的一个成分，在整个一个自然产品的都是一样，它进行过了400多个临床的研究。那这也使我们 OPC3 是我们整个世界最棒的产品之一的理由。那我们最新的这种拳头产品，我们也是沿着我们 OPC3 成功道路所走。大家想不想再有一个新产品，比如说就像这个就像有类固醇一样的，但是他说我说这个类醇，我说的是天然的啊，是好的产品。嗯，在世界大会我们告诉你们，我们在一个成分的话呢，有一个叫做这个黑孜然籽，那它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那像这种黑孜然籽的话呢，它有一种很强大的一种抗炎的环境，而且它还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大脑神志的一健康，同时它还能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减少发炎，而且还能够消炎。那就像碧螺酯是整个所有松树皮提取物中最好的物质一样，我们也是找到了我们最好的这种黑孜然籽。那这个就好像是碧螺酯是 OPC3 的成功，那我们现在在一个黑孜然籽当中所提出的这个新的一个成分，我们叫 Thymenol， 这个是绝对是最好的一个它的提取物。那这整个的话呢，也是经过了这种临床的研究，它是从黑孜然籽当中所提取的。那这整个这个黑孜然籽的话呢，这也是整个在天然产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产品。那它里边所含有的这个 Thymenol 的话呢，它
包括3%的这个产品都是有3%经过临床验证具有疗效的。那我今天上午的话呢，我有好几个这个产品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不是科学家，我是靠阅读，然后的话呢来理解，那我就能够跟大家分享。那这些都是对这样的一个成分，我们进行过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的一个验证，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以及像这种黑森林也是我们整个现在最研究最热门的成分之一。所以我们的话呢，今天我们是有一个专家，他们是专门讲这个Thymenol， 他是专家，他跟大家讲我们在为什么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进展。我叫这 David Foreman， 我也是在世界都认为我都是一个药剂师，我是走遍世界来教育人民怎么样才能够健康，什么是健康的生活。那他现在是整个，他是我们整个一个就是黑子提取物的一个专家，他绝对是一个专家，这里边有好多这种天然的解决方法，他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当时土著人都用，那现在我们有科学只是证实了他们。小时我现在赶紧跟你们讲吧，我非常高兴跟大家讲，而且美颜能够邀请我，你们现在的都有一些非常棒的事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今后几天的话呢，你想了解新的信息将能够让你的健康更上一层楼，也能够让你的这个世界能让你的事业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好，那 Mark 让我跟大家讲呢，讲这个黑子提取物。那现在我的在这次来之前我还到以色列，然后呢他们就是我要跟大家所建议的就是一个提取物，一个成分，我想看它怎么样做，我想信它的科学，想看它的一个临床试验，然后我才给别人体验。因为的话呢，归根结底你们健康是重要，如果我给你们建议对你健康不好甚至有害的话呢，那个是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就到了这个以色列研究两个，其中一个就是黑子提取物。那这个的话呢，这天然成分已经的人们历史有几千年了，为什么人们在用呢？因为它有用。但是一直到1960年科学家才发现，哦，这个东西挺好的，因为是在这个可兰经里边也都提到过。那我们看看这里边是有什么，究竟是有什么一些关键的一些成分呢？然后我们就里边叫这个，我们现在管它叫黑子提取物。那有的是听起来技术性的讲你没必要记住这个词，这个的话呢我就是想你就是有几个词你要记住，能够给你的这个一些亲友去分享。那像这个黑子，我们现在知识的话呢，有这种黑自然子啊，叫黑子啊，有时候你就叫黑子油，结果人家可能给你10种15种，但其实他们制作方法并不都一样。所以他这我们这种个 Thymenol， 这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些最好的。那 Thymenol 的话，我们管它叫这个百里坤，但它我们认为它的界是最好。那这有好几个品牌，我知道，那一般的话，分析人的话呢，就是说，你的身体都觉得，比如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产物，有的时候它会能够引起炎症，不是说腿的地方产生东西，就是在腿。那有的甚至它会有点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影响到你的心血管等等。所以现在在看的话呢，要找什么东西能够消炎。然后呢，他就发觉的话呢，你的身体如果有一些成分能够减少你的炎症，多这种成分多了，那就可以减少炎症。所以我们都喜欢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即便我们讲的都是市场上的黑子，那我们用这种百里坤的话呢，它比别人都有效。那我们在讲这个 Thymenol 的话呢，我们讲3%是什么意思呢？那它是看你怎么样的提取，我们是压榨提取，而且他们是只用新鲜的黑子。为什么要新鲜的黑子呢？
因为它在新鲜冷压，它就能够是能够找你的成分比最合适的这个比例把它压出来，才能有最好的结果。我已经说的，你要的一定非常准，你这里边像这种百里坤素一定是3%才可以。你可以看有数百项研究是专门讲它这种这个 Thymenol， 那其实这个不是说它的比重，而是它漏耗的所谓这种自由脂肪酸这个重要。那如果是你这个后边要留下很多的这种脂肪酸，那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这像以前说像这个碧螺纸都已经讲了很多了，可能也有几百个人都讲了，对吧？大家有都知道。那这个呢这个 Thymenol 这个百里坤，它就能够很少的自由的氨基酸，因为它是我们是这种冷轧。那大家知道这个组合很重要，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的成分比例一定对，还有这个 P-thymine 它也一定是要留，而且比例一定是1%的这个P-thymine 和3%的 Thymenol 结合才是最好能够让身体消炎，这是你们要的。我们现在不是说就是说就是投入二然后得到两件事，不，我们要二进六出，对不对？就是这样。哎，你们在美安就做得非常好，那这个你们绝对是应该能绝对应该注意。那我这还要说一些有很多的事情，一种叫这个 cover crop， 这个也是能够来能够减少你的脂肪酸，这能够增加你的 thermoquin。那这个 thermoquin 呢，它在这之后给你留到很少的这个 cover crop， 所以就会能够有最好的结果。如果有是最好的结果的话呢，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是申请专利了。那你现在的话呢，申请专利就得向美国专利局说这个是有效的。所以你们的话呢，能够是在美安听到这个介绍，实在是幸运。我们在讲科学，临床研究的话呢，这是在美约的这个医学纽约医学院已经做过，而且你在研究完之后，他必须要有这种同行来进行研究。那他现在并不是仅仅能够这个减少炎症，而且还能够降低你的血糖，谁不想减少血糖呢？我就想还能够减少你的这个脂肪酸，降低血压。它不是一个高血压，但是如果你要用的话呢，它是能够算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好处。那你们在今后时候，大家都知道脂肪酸和脂肪酸这种病，那其实我们用 Thymenol 百里坤的话呢，其实在这它能够减少你脂肪当中的脂肪含量。那在美国的话呢，人们比如说肥胖症啊，还有血糖高啊，那这个都会能够有效。好，这个的话呢是有科学证明的。刚才 Mark 已经说了，我们现在这个美安公司的话呢，它不是说就是说什么赶时髦就要什么。好。那如果你要是找最好的一个成分，那我要知道它是怎么进去，怎么进入在怎么的生效，然后从我手，然后吃到嘴里，所有的话呢，我都有这种可追踪性。那我就在以色列的一个沙关，他们种这种黑籽，然后进行一些耕作。他们我到这个现场看，他们这个黑籽是新鲜的。那你们现在的话呢，现在也是整个这个生产链一部分，非常好。哎 ，David。好，首先非常棒，是吧？是吧？这个百里坤啊，好，我现在让这个 David 在这等一下，因为我们还待会儿可能还需要他，所以你要不介意，请你在那儿坐一会儿。那你可以看看，现在大家知道这百里坤多重要，它就能够和碧螺纸相提并论，看到吧？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具有强大疗效的这种百里坤，然后把它结合于疗效显著的碧螺纸，然后我们把它们合成一个产品，那今天早晨我们就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做成过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能做这件事情，合二为一，这就相当于超人和霹雳娇娃然后生个孩子。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但今天上午就发生了。我们推出最新最先进的产品，我们叫它 Thymenol。 我们把这两个名字都取了一点，各取一部分名字叫Thymenol， 这是整个有世界上疗效最显著两个成分，我们把它结合于一个产品，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呢？那就是更好了，叫 Thymenol， 它能够改善记忆力、认知力、注意力，有利于大脑，还有帮助血液向大脑流动，改善心血管健康，而且让你的头脑和身体更舒适，改善你的呼吸系统，而且这是个非常有效的抗氧物，因为它含碧螺酯，然后它就能够避免你这个自由自由基和这个自由氨基酸的攻击，而且的话呢，它里边没有任何这种转基因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我们讲最佳的一个吸收一个系统，我们的等渗产品都跟大家讲过了，我们讲过酶呀，我们讲过我们的 Daily Essential， 我们已经都有一些最世界上最棒的这个吸收系统，但是通过我们新的技术，通过我们的研究技术跟我们的科学家。然后我们就研究出了更新的身体吸收系统，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两个成分结合成一个产品。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多阶段释放性的吸收方式，以前从来没有人做成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做成过。好，那我们还有用了我们像这种就是说钙中钙的一种技术，什么是意思呢？就是就囊中囊，比如说这是有一个囊，对吧？大家看好了哈，这一个胶囊，大家看到里边它这种红葡萄酒这种颜色是吧？这里边是碧螺酯，大家看到油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百里坤，那它是叫囊中囊技术，把它搁在这儿让大家看看。好，我再放一次。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看清，它是胶囊中还有一个胶囊叫囊中囊技术。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我才说我们现在在今天上我们改变整个一个游戏。那现在我们囊中囊技术使得能有这种我们独特这种结合，我们用这个百里香油和碧螺酯能够合二为一，它还能够让我们有种多阶段的这种释放，这两个有效的成分能够共同的在你体内工作，同时候它也能够，我看到技术给我们带上更上的一层楼。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胶囊啊，就是绿色这些胶囊，这个胶囊我是 Foreman医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Marty 请他们来给我们讲话，他非常的有激情，他为百里坤而活，而且非常的喜欢。我们跟他说我们要开发一个产品呢，能够使用这个最新的技术，他说那是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好像就是女超人呢、女超人和超人呢结合起来生了一个小宝宝一样的。所以他，你也知道
你知道怎么这个百里香油啊有多强力吗 ？Thymenol 这个百里香油啊有多强的？啊，超人女超人呢、啊、结合来生出一个宝宝，我们来看这个宝宝。我听起来，我这个怎么讲的这个样子呢？啊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我们来讲说协作 synergy， 你要协作或是合力吗 ？synergy 就是协作或是就是这个合力的意思。所以你有碧螺纸、百里坤还有百里香油加起来，那么这些都是非常技术性的名字，没有关系啊。所以你把这两个成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出现了百里香油。那么所以呢？我对这个百里坤本来就是已经很有激情了，现在又生出了这个产品。我说你们在美安了，你们简直是棒的不得了了，棒的快发狂了，怎么棒啊？所以，我，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不知道就是这一次被请来啊，所以我要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呢，这个的很多的这个信息，我们能够压缩起来呢，那么。我们看到在黄色这块是碧螺纸，然后有一个黑黑的一小线条，有没有？那个就是百里坤啊，这个加进去了以后，所以你如果下面是碧螺纸，我现在还先不讲合力，先不讲这个这种来调和，他们两个都是很棒的东西，对吧？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比重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发出来的效果是加倍的。所以本来是只有两个加倍翻一番，现在是翻两番了，是四倍的这种效果了。因为这些复合物它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 synergy 就是合力啊，它们会进行更好，就好像结婚一样啊。好，但是呢，这合力不是到这里就停了。那么另外呢，还有比方说你可以加强像这个 Omega 3啊的这个力量。所以呢，这个合力，如果你吃这个百里香油，你又买这个 Omega 3呢，就是两边的这个力量呢你都可以吸收到，谁不要呢？好，另外还有呢，协同效应，还有什么协同效应？还有 lutein 啊，就是这个对眼睛非常好的这个叶黄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协同在一起了以后呢，都变成非常好的这个产品了。好 ，David， 你别离开啊、我们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不用太紧张啊，因为我们要把超人和女超人呢加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宝宝，好，百里香油很棒，对吧？好，百里香油，下个星期就可以出来了，就可以出台了。现在，你说现在就有了，现在就有了，你说什么？好吧，我今天早上才跟他们说呢，很有可能呢，明天就可以定了。但是呢，如果真的明天订不到的话，最糟糕的情况呢，那最慢是下个星期。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这个百里香油 Thymenol 你们觉得怎么样呀？我再跟你大家介绍多一些百里香油 Thymenol， 它 80% 的 BV， 80% 的 BV， 还不仅是这样，还大家锦上添花，再加一个。我在为这个百里香油上面再锦上添花，加上一个樱桃。那么作为超连锁的店主，你作为超连锁的店主，你们是全世界唯一的能够卖一个百里坤和还有百里香油，他们混合在一起，除了你们超连锁的店主以外，没有人可以卖这个产品。It can only be sold
只能由超连锁店主才可以卖，这有多棒多棒呀！你们单单是这个就可以挣更多的钱了，太了不起了，我的天啊！好，大家现在开始有一点兴奋了吧，开始兴奋了吧，我们继续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呢成为事实。我们是超人和女超人联合在一起了以后啊，生出了一个宝宝，因为这就是是不可能的啊实现。你们多少人喜欢这个虾青素的虾青素 ？Marty， 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产品之一，虾青素。因为我在亚洲，还有英国，还有加拿大，我到处去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这个虾青素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产品。因为呢，改善他们的这个眼睛啊，还有，那么我再告诉你，这个虾青素它是最纯的，而且是这个抗氧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过去是6 mg， 那么它里边的有这个虾青素，所以这个是对你的这个心脏，还有对你的眼睛，还有对血液的畅通，还有对眼睛的肌肉等等，而且呢能够到了这个细胞层呢去反抗这个自由基。所以呢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里得到的这些上千上万的这些点评，有些好的太多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全部都这个上这个把它登载下来了。那么我就给大家看几个，就是做个例子吧。有一个客户他说，这个产品太棒了，我的身体感觉到非常的棒，而且呢现在呢我更加能够集中精神。我的眼睛左边是很虚弱的，而且右边是近视眼，晚上开车的时候呢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吃了这个虾青素了以后，那么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放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吃虾青素，它帮助我的眼睛再没有看到双重的这个这个视线了。我开始吃的时候呢，我吃了一个星期的虾青素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再看重复的这个影像了。我从去年开始吃，我现在眼睛还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改变人们生命的一个产品，是我们美安在市场美安市场这个大家族中的最好的一个产品之一。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不可能的，我们要使它成为现实现吗，使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软胶囊把它变成一个最好的释放系统，那交付系统你想想看喜欢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把虾青素的这个好处，然后呢以这个等渗的这种吸取方式来吃这个虾青素，就粉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为什么人们大家喜欢这虾青素？Dr. Foreman 嘛 ，Foreman 医生他还在这里，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的对这个百里坤还有对虾青素，他是同样的激动的啊，所以我们请他 Foreman 医生，这个是我们从来没做过的一件事情的，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你告诉他们说，告诉我这两个加起来有多有力量。是的，我非常的喜欢虾青素，因为我觉得虾青素真的是很棒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个等渗的这种摄取系统，那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
你怎么吃进体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吸取到了你体内的时候呢，不会起副作用，不会有一些让你的肠胃不舒服呢，所以等渗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有一些我是学化学的，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到吃外面的东西一大堆的这些化学物品，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等渗，我们现在有最好的是吸取方式。好，我一直在想一个更好的一个用词，怎么说？好，虾青素，虾青素，你看到这个胶囊没有？虾青素的这个胶囊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到以色列跟有一个先生在讲话，然后呢，他当时候我去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就好像月球上这样的一个地方呢，然后我们一大早的时候呢，开车到一个沙漠，一大片就鸟不生蛋。那么所以呢，我就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一流的设备里面，又热又闷的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工厂，他们在开发这个虾青素。那么你首先呢，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在这种环境，这种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他们需要虾青素的来生活，因为他们有虾青素。那很棒的时候，当我在以色列的南方的时候，我说 Dave， 他们说你是一个医生，我们已经可以研究这个虾青素，就是虾青油啊，把它变成了粉状，结果两个月之前呢，他们再来找我，他们说我们已经成功了，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说这个粉状的虾青素，它的这个力量啊，还有个翻一翻还要更强一倍，它的有效性啊强一倍，也就是说它本来是已经很有效疗效了，现在它的疗效是翻一翻。所以说我的天哪，这翻一翻了还变成什么了，那不得了了。所以美安一直在研究这个科学，他们说啊，这是很棒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一下。妈已经刚才讲了，这个东西你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他们发现什么的？它可以就是很多的东西呢进不了你的眼睛，进不了你的脑子，但是呢这个粉状的虾青素呢，它是可以渗透到你的眼睛，渗透到你的脑子。所以呢你现在等于就是除了皮肤很棒的时候呢现在呢眼睛也越来越棒了。好，刚才不是有一个人讲吗？他左边呢有一个懒人眼啊，就是说他眼睛很的眼皮下垂，很没力量，所以呢就是说他，我们知道人一到了五十几的时候呢就有开始皱纹啊，所以我已经知道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血管啊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我们都讲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更提高到更高的一层了，现在讲的就是这个虾青素粉它能够给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要非常感谢大家，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好，再向次 Foreman 医师表示感谢，打到别人啊，你们大家想想看，去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Mike， 给这胶囊给一些人吧，要给大家看这百里香油这个囊中囊的这个技术，你要丢也丢吧。百里香油的囊中囊。好，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个百里香油呢是各个国家都可以买到的，我们所在的各个国家都可以买到的。等渗的虾青素，等渗虾青素，你们觉得怎么样吗？喜欢吗？这个是十年的研究开发的结果呀，没有人有的 Marty， 就是他为我们来专门来做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是要开发了，他们的11月份就要开始制造了，所以我们就要生产了。
所以目前呢还是有虾青素的这个胶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的这个虾青素的等渗呢，那是在11月份的时候他们要开始生产，所以呢以后我们两个产品两个不同的这个版本都会有，大家听了喜欢吗？我们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没只是刚刚给你们尝一点甜头呢，还没开始呢。大家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到目前为止你们喜欢吗？还要看到更多的吗？还要看到更多的吗？如果你们现在听到这两个产品就已经这么兴奋了，我还要给你们讲更多有关我们一些突破，就是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你们目前看到目前止还有很多，还有 CBD 呢， CBD 就是药用大麻，药用大麻，那么这个 CBD 就是药用大麻，它是这个是我们还没讲的 CBD， 就是这个药用这个部分的大麻、哦、如果不是 CBD 就是那种另外的毒品的这个大麻， CBD 是药用大麻的这个部分。那么好，那么 CBD 大麻啊， CBD 大麻啊，这个 CBD 大麻或是和亚麻、这两个部分，这是现在呢我们这个市场呢，它的这个市场已经从3亿多呢已经达到了13亿多的这个市场了，到了2020年呢，也就是2022年呢它是翻了一番半啊，就是3倍啊。亚麻，亚麻，亚麻它有很多 Omega 的脂肪酸，有三 Omega 3和 Omega 3、5、6，同时呢目前它是这种这个抗氧化这个方面呢，它能够帮助你的让你的衰老缓慢，同时能够改善你心脏的健康，同时呢我们又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和非常革命性的产品，它呢是大家都是现在在找亚麻油的产品的人呢，我们为他们开发，他们正在找亚麻油那么的产品。我今天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我们的重点是在质量，我们的重点是质量，因为今天市场上很多的产品大家都看到了，到处都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但是亚麻的背后呢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呢它是我们知道外面的这些产品都要就像荒野西部一样的乱七八糟，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原材料的源头呢是最有质量的，是最好的，外面卖的都是这个狂野西部。那么 David 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们的来源原材料的来源都是最有质量的来源，我们的亚麻油呢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频谱，我们使用的是亚麻科这个里面最好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能够给大家在健康方面呢从各个方面来进攻，所以能够给你们的业务带来最好的产品。我们的这个全方位的亚麻油呢它是来自大自然的，它的协同效应呢就是配合其他非常有活性的非常强的这些成分，所以这个是跟百里坤的这个协同效应是一样的，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跟这个百里香油的这个蓝图也是一样的。刚才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百里坤利用了这个其他的这个百里香油啊加起来的这个协同效应，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呢，他告诉你们百里坤他在协同这个方面跟亚麻也能够起协同效应。再说一次，百里坤和亚麻油是能够一起起协同效应，是完全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把百里坤的力量和全方位亚麻油的这个力量结合起来，研制出最先进的产品，我们称之为 CannabiQuin， 是药用大麻的提取素。
这样子吧，我就是要传给大家看看，可以吗？好不好？帮我传，尽量让大家都能够看一下。这个新产品呢，叫做大马坤，大马坤呢，将百里香油和全方位的亚麻油结合起来，服用这种药物呢，以后呢，一会儿会感觉特别特别棒。其实大麻坤呢，它是非常独特的配方，非常独特的把百里坤和亚麻油它结合起来，全方位的很纯的亚麻油是从亚麻提取出来，它含有的因素呢和原来的亚麻植物里提取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它能够平衡你的情绪，也能帮你在肠胃系统里面保持健康，包括在血糖方面也能保持健康，也能控制炎症，在此同时也能促进心神舒适健康。如何呢？你们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全方位大麻坤的和百里坤的结合起来，我不是医生，刚才医生已经给我做了一个热身的节目，他一会儿还要上台跟你讲大麻坤的力量。我们来欢迎美安的医生，他就是负责美安临床研究和其他研究的主任 Kennison 医生。刚才我们 David 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些新的产品能多么好的来帮你保持心神健康。那我再重复一遍，其实大麻坤特别特别的适合我们当今世界上生活的人服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呢大不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是70年代了，我们现在就因为我们大家天天就是上网，我们的心神方面呢都面临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自己和顾客呢都要想好，我们提供的补充品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所有的需求，是否能够帮我们在压力特别大的世界里来应付自如。那么在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里面，越来越多人都想要从生物方面能不能就是改变他的世界，因为睡眠不足，时间也不足，很多人问说怎么能够来使老化的这个过程来倒转。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就说我们干脆让这个时间倒转吧，可不可以让时间倒转，让我们不要老化，我们行吗？要做到的话一定要吃这些补充品，也要做一些适合当今世界的事情，不仅仅是老年人要想抗老化，现在20-30岁的人呢也一样，也想要抗老化，也想要赶上现代生活的步伐，也想要做得更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是，我们有了大麻坤，我们就大不一样，就可以提供更好的心神健康，让我们在新陈代谢能够比以前好，无论是在瘦身方面还是在健康方面，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冲，因为说白了我们都想找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健康，也能够延长寿命，那我们就一定要正视这个事实，现在也不算太早，总可以尽早
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尽早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尽早尽可能的生活得更好。有了这些先进的成分和配方，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大马坤呢，让我们不仅是要控制血糖，不仅是控制血压，同时也要真真正正的做出一番事业，真真正正的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健康，也要回馈社会。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成分提供更好的产品。刚才两位呢都讲创新，讲得很好，讲释放系统、挤药系统讲得很好，讲成分讲得很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大马坤现在如何定位。你有没有找过顾客？顾客找你，他说我需要一个新的产品，我希望能够更舒适一些，睡得更好，希望更有能量。他来找你，然后你跟他说，那你能不能细说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你说哪里痛，他说全身都痛，前后都痛，都痛，从头到脚都痛。真正重要的是，有时不能直指具体的部位，可能是整个人都痛。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什么环境，不同的人在压力的情况下呢，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胖，有些人心脏就不舒服，有些人头疼，都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生活在压力锅的时候，需要像大马坤这样子的产品来管理心神健康。他可能跟你说，我觉得真的是想不通，因为压力太大，想不清楚，我周遭的世界压力太大，太紧张。他可能跟你讲，那你应该了解，就是说这两种成分能够来支撑一个体内的系统，因为它是中，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中枢的系统，它会受影响，使你不好恢复，不好修复。那体内的相关系统也是如此。我们也了解说，要睡好，要运动，要吃补充品，就能帮你保持一个健康，一个平衡。当你要增强注意力，当你想应对周遭的这些压力，你要来想一想大马坤，这样子的话，就面对天天的压力，面对天天的这些情况，就更好应付。我们每天呢，就是要做出最好的自己，心里也是，身体也是。如果你继续往前冲，没有修复好，就会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影响到你免疫的系统，你的整个活力都会受影响。我们要促进健康。大家刚才呢就听取了关于百里坤的成分能够控制炎症。我们的设想是说，其实呢有时呢我们身体会有炎症，炎症呢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反应，让你呢面对外部的这些冲击的时候呢，你就是会产生炎症。但是炎症呢也不能过度，我们百里坤就能抗炎症。当我们想这能帮我们哪儿呢，我现在就是摸摸肚子，很多人呢一旦压力大呢就会肠胃不好，肚子疼。当你问他说我能帮你什么，他又摸摸肚子就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身体不适，不对劲，他还是摸肚子的。因为很多人呢紧张呢就在肚子里紧张，
无论是外围的世界还是谁，你不要看你往四周里看，这个不礼貌。或者说可能你的生活方法呢也想改变，有了这种产品可以帮你，因为我们有时候身体和心理同时呢都遭受这种冲击的时候，有人会发胖，有人体内就不健康，这一切就会加速老化。那有了这两个成分就能够帮助体内保持肠胃健康，它当然也不是说来取代纤维素，也不是取代等渗产品，也不是取代你的肠道健康其他方法，但是你一旦肚子里不舒服，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腰围呢变粗了，你腰变粗了，同时可能是血糖增高，或者说你体内没有一种新陈代谢平衡有力的感觉，正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把这些因素呢都加进你体内的话，就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它是个独特的组合协同作用，这两种因素都是这样。百里坤和亚麻油协同起来就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正因为这点，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细胞补充产品呢最棒的就是我们的大麻坤，它用500毫克，它是3%的原料的含量，这就是按照临床试验得出的成果，它170毫克加上一个固定百分比的原料，就给你一定成分的 CBD， 要用大麻油。当我们想到全方位亚麻油的时候呢，这不仅是独特的因素，是强有力的，市场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它很纯很干净，就跟百里坤一样干净。农场农民本身呢我们都很了解，如果是全方位的亚麻油，那我们还要不要担心 THC 的含量？这个植物本身的物种就是亚麻，亚麻里面是有脂肪酸，它也有3%不到的 THC 的含量，3%不到。当我们看百里坤以及百里香油，它对心血管健康和细胞健康都产生良好的效果，它也能够促进大脑脑部的血流，它也能够促进心肺系统健康，也能支撑总体新陈代谢的这种功能，它三酸甘油脂方面也能够保持健康水平，让人感觉平衡健康，内分泌也能够保持稳定。这就是我们百里香油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大麻坤的力量，它能帮你，能帮你的事业。它不仅是强有力的协同作用，同时它非常的纯，它的流程也是一流的。谢谢。Mason 医生，你先不要下去好不好？你可不，你能不能这个东西就当你是要热身的投手，棒球队的 投手，我就让他站在那热身。你们看到我们的新产品觉得怎么样？这是全方位的亚麻油产品加上百里坤二合一，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新的产品呢？你现在此时此刻就能拿到，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拿得到的，好不好？
它 BV 是80%。还有，我们也要锦上添花，好不好？让它显得更漂亮。你们作为连锁店主，你们店主呢？超连锁店主，就你们才能够把全方位亚麻油和百里坤的这种二合一产品，只有你们才能销售这个产品，就你们超连锁店主而已。听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就你们，它是一个排他性的一个权利。David Foreman 站出来表示支持。这个太棒了！我们亚麻油的产品线也在扩大。亚麻油在哪？亚麻油在哪？在哪？就在这儿。亚麻油在哪？你们喜不喜欢亚麻油可以就是这种擦皮肤的产品？怎么样？如果是一种不是服用的，而是擦在身上的，如何呢？你们是不是关节不舒服呢？有没有人皮肤很痒，或者说发炎啊，或者不舒服？有没有人疼痛需要止痛，需要迅速止痛？我们将亚麻油和这种麻醉素加起来，结合起来，给大家推出新的产品。我们下一个亚麻油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 CannabiQuin 大麻坤啊，大麻素，大麻素。那这喜欢我放的歌是不是？麦克，这个产品实在是好的疯狂啊，疯了，疯了！怎么样？你觉得？现在觉得怎么样？大麻素，大麻素在哪？还有一种擦皮肤上的，你们看，你们听，给我听着，它是迅速释放，临时止痛，也是消痒的，它是有针对性的，可以止痛，透明的，方便的。同时呢，就是对儿童无害。我呢，本来没想到能够推出这么棒的产品，但是我自己来说，还不如我们医生来说。Deedra医生，是不是到前面来跟我们介绍这产品好不好？谢谢。是这样，其实马克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想要迅速止痛，归根结底呢，无论你们到底是关节炎还是哪里痛，我们想找的是止痛。我们要求它见效一定快，所以我们才用我们这种这个CannabiQuin， 因为我们要见效快，而且还能够坚持住，还要考虑到我们身体整体健康。那我们现在 CannabiQuin 的话呢，我们有三个目标：第一，见效快，能够给你一个产跑，它有一个很有效的成分，但同时又能够给你一个持效性。所以我们在说快的，就是说当你的大脑收到一个信号有错误的时候，你就感到疼痛。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的话呢，有这样的产品能够阻碍你大脑的细胞接受这样的一个信号。如果是小，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日照啊，或者一些小的伤口啊等等，那这个用 CannabiQuin 的话呢，它就能够阻止你的疼痛感，你就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比如说的话呢，像身上，身上又有好多是好好多这个什么绷带呀、啊，什么让人觉得好像你受了什么重伤一样。好，这个的话呢，我们其他一些产品的话呢，你就是用了以后都是不显任何痕迹，而且这就包括到，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它有一个叫清洁成分。这个清洁成分一般像我们在搁在皮肤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周密的考虑，给你一个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要给你加有一种芦荟的一种提取物，还包括的其他的一些成物，还包括工业大麻油，也叫辣麻油，那然后的话呢还加上黑籽油。那所有这些清洁成分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的皮肤就不会更不会过敏，而且产品的话没有在动物上试验过，而且还能够没有说任何对你皮肤有害的一些产品。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除了是黑籽油的功效以外，而且它可以能够工业大麻可以外用药。那作为一个药剂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创造了什么产品。另外它包括这种持效性，在我们使用了像这种这个酒精啊，它能够增加你的一些疗效。那你和你的客户的话呢，使用这种药除了有即时见效，同时还能够舒缓这个痛，能够长期的维持的效力。那你那现在你注意到的话呢，请不要如果有破口请不要用，因为的或者你的皮肤过于过敏请不要用。但是这个的话呢是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好，Deedra Mason 医生，谢谢大家。好，我们还在讲，那我们说的这种外用的 cannabico 什么时候就有了呢？哎 ，Marty， 快给我点文字。最糟的情况是下个星期，最晚最晚是下个星期。我在讲的话呢，我在明天下次再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就可以推出了。大家记住这个词 cannabico， 我们 BV 是75%。那希望的话 ，Marty， 你告诉我时间啊。今天上午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些产品怎么样？这个就是改变整个游戏的产品。我们现在呢所推荐产品，像这个 Thymenol CannabiQuin CannabiQuin， 还有这个等渗的氰虾素，这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制作出来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稍微换个角题目。我们在创造这种先进的产品之时呢，我们又开始了另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的话呢，就是能够生产出每天的消费产品，能够让你还能挣钱。那而且这些都是你每天都在正常本来就要买的产品。那我们像推出的 essential product， 也就是你每天的日用品本来你都要买，我们给你最好的产品。而且呢你现在的话呢不会再有什么买了产品就给你零或者4%的 BV 或者 IBV。这样已经花很长时间讲了，我们几年也都是这样说的，而且现在还是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好。像这0%-4%的这种比例 BVIBV 是不会再有了，你买这些产品会增加你的 BVIBV， 同时还有一个免费运货。我们在这个 shop.com 那如果没有这个免费运货我们都把它去掉了，如果任何价格没有竞争性我们都把它去掉了，不管他们什么产品我们把他们都去掉了。我们想让大家早晨一起床就开始挣钱，然后呢只要你不停我们就不会停，你就会挣更多更多的钱，每一次买东西都挣钱，所以就必须要购物。我们在一开始的话呢是开始我们的一个购物年金品牌，我们已经使用过的技术早些事我讲过，我们有科学有研究专家 有这个医生，他们都研究然后做出这种独特的产品。
那它这个在市场上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们这种集体的购买力，我们就可以用最好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而且还有这个免费运货。我们给大家展示所有的这些产品的话呢，都是根据你们的投票所决定的，也都是你们所要求得到的产品。那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有一个家用品的一个调查，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填这个问卷，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答回来，然后我们把这些汇总之后，就能然后根据我们收到的信息，用我们大家整体的购买力来压低价格。之所以我们所提供这些产品，是因为是你要这些产品，你要我们就提供。好，那现在这个我们购物年金的产品，它包括到你每天的任何日用品，而且的话呢，我们过去的话呢，购物年金只给 BV， 然后在世界大会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记得吗？我们就开始给你可以选 BV 还是 IBV， 你可以选，这是完全由你自己选择，你选择你是要 BV 还是 IBV。那我们第一个产品的话呢，那这是一个这个增白牙膏，每个人每天都刷牙对吗？每个人都用牙膏，所以这是这最好的牙膏，那你就不要再从我们的伙伴商店去购买得个2%、3%的 IBV， 但是我们这购物年金的品牌，你是得到50%的 BV 或者 IBV。50%，还有去味剂，我们还用我们购物年金的品牌得的也不再是2%-4%的 IBV， 我们购物年金的品牌你得的都是50%的 BV 或者 IBV。 那你洗手吗？那这是我们这个有机的肥皂液，那你现在购买了之后的话呢，不再是2%-3%，而不是说的话呢，像这沃尔玛呀、塔吉特呀等等，别要再到这边去买，他们什么也不给你回报，你给他们钱，他们把钱装兜里了。从你自己的事业去买，而且也不再是2%-4%的 IBV， 他给你50%的 BV 和 IBV， 或者这都是你自己选。还有这个洗手液。消毒液，那现在你现在的话呢，你现在买的这些所谓市场名牌都是他们的广告费，我们有自己的，我们购物年金品牌给你50%的 BV 或者 IBV。 看看这个产品，这是我们刚开始推出的系列产品，但你们也都知道我们都不断增加产品，而这些都根据你们的反馈我们增加产品。我们看可以说我们增加这个剃须膏，而且它有活性炭，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分，给你43%的 BV 或者 IBV。 你要用剃须刀对吧，剃须刀片。好，那你还是从自己的这个事业去买，然后还挣 BV IBV， 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起买，所以呢，好，那这些呢就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剃须刀，如果你从 Shake 买是7.59元，从吉列那是6.99元。我们购物年金的品牌，我们自己买，那你但我们价格更低，5.99美元，而且你还挣50%的 BV 或 IBV。那还有这个女性使用的这一次性刀片，那现在上面呢，我们是不在家。对不对？你看像 Shake 他给你增加了9.99元，吉列要你6.97元，但你购物年金还是5.99元，比市场便宜，同时还有50%的 BV 或 IBV。 还有这个男性剃须系统，你每天都要用啊，男性每天都用，吉列7.99元， Shake 7.9元，你自己的品牌6.99美元，43%的 BV 或 IBV。那现在的话呢，正量2%的这个 IBV 的这个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每个人都买更好的价钱，而且打造你的事业，那这个就是说你一个叫做一个智慧购买。
这个的话呢，严格说都不是一个什么事，而就是怎么样购物。我们已经教了每个人怎么去做。我们想想你所挣得的 BVIBV， 更多的 BVIBV 的话呢，都留到你的团队。还有像我们这个替换刀片，那吉列 11.89 Chic 8.52，你要是用自己购年金的，那就是6.99%，同时还有57%的 BV 和 IBV。我告诉你们，将来会有这一天。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Marty， 可能有一天我们能想出来。总会有一天的话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增加我们的 BV IBV。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15%-17%的这个 X。那现在的话呢，本来4%，现在是57%了。我们还有这个防晒霜，你可以得40%的 BV 或 IBV。那现在你要怎么样？最好的清醒方式呢，就是你喝咖啡的时候，它里边有 BV。因为我们像这种咖啡杯的话，你喝咖啡然后都能挣钱。我记得我在这个在 gym 的一个地区的这个大会，那有好多嘉宾，我就在讲的话呢，然后说哦，那这些人为什么要买什么剃须刀这么激动？为什么？因为他们买这个东西他还能挣钱。你看看现在就是喝咖啡，你都能用50%的 BV 或者 IBV， 这就是喝咖啡而已啊。不到两个月以前，我们增加更多的购物年金品牌的产品，我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你们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现在不要再把钱都冲在马桶里了，不要再把钱冲在马桶底下，不要从这 Canal 去买了，从他那去买的话呢，他也不给你钱，你把他们都扔掉。然后呢，你要是想挣 BVIBV， 每一次这个马桶在冲的时候，那你都要用我们的这种产品。我们这是一种可冲走的这种擦洗巾。那这个的话呢，记住这个的话呢，它可以是你自己化粪池以及自然的这个下水道都是可以用的。那这个有皮肤专家呀，我们专家都说了，它里边包括没有酒精，包括这个芦荟提取剂，而且还是好用。好，大家看看43%的 BV 或者得 IBV， 每一次冲马桶你都能够赚钱，你自己要说什么？好，你说了，我没说。我觉得是你说的。好，那我们用这种婴儿巾，我们也挣钱。我们有像这种可以冲的这种，这个擦洗巾。那现在的话呢，我原来就是在说买这么多这些尿布，从来都不挣钱。那现在呢，我们专门有这种婴儿巾。这个呢，它就是对这种敏感的婴儿皮肤合适，而且97%都是水和植物的一些这些成分。你们记住，我跟你说 ，Marty 和他的团队，他们找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超过市场的一个水平，而且他曾经对包括我们有机的椰子油不含酒精。而且它里边的话呢，它没有任何像这种漂白成分，同时你还能挣33%的 BV 或者 IBV， 你想要哪个都可以。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向上不是说只向上一点儿，而是不断向上向上向上。好，那我突破性新闻，我有突破性新闻。好，这是给大家一个突破性新闻。根据福布斯杂志，宠物业它现在取得了爆炸性增长。在美国有8500万的家庭有一个宠物，在过去30年，拥有宠物者他们从人口的从56%增加到68%。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样人，我知道有好多人他们爱宠物比爱人都更厉害。我们好多人都这样，因为他们不回嘴，他们不顶嘴。我们知道他们有人的话呢，先救
宠物，然后才救人的，你们都知道对吧？你们都知道对吧？嗯。好，那宠物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你们告诉我们，再告诉我们你们要什么。那今天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开端。美国每年的销售的话呢，是大概是足足有30亿美元，都是宠物食品。那你现在要在这一部分你怎么样能有所作为呢？那在这一部分你怎么样在这一部分有所作为？从今天开始，那你在赢 BB 还 BB 呢？就是因为你喂你的宠物吃就可以挣 BB 还 BB。 你 BB 还 BB 在你喂你的宠物的时候就能够赢得，这个非常好，对吧？而且还有这个CannabiQuin， 这个百里香油啊。我们现在推出新的购物年金的品牌，我们是这个花生酱蓝莓狗粮。那这些的话呢，它是非常非常健康，如果你要愿意，你人都可以吃，方便，它也都是这种小包装，里边没有任何这个保鲜剂，或者残余剂，或者人为的填充剂，都是很小的，非常的一个小块，是获得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很好的这个食品。那如果你的狗像我的狗一样的话呢，那它吃这种所谓像就是专门给他们这种零食，他们比吃食品有要多10倍，那它现在每天都要吃这个零食，所以我们才开始都给这有一些这个狗的零食。这是我们这个花生酱蓝莓狗粮零食，给你45%比喻，不是零，1%、2%、3%，你现在得的都是要45%的 BV 或者 IBV 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吃啊。我们还有另外的有一个像给狗的一个零食，那这是我们有购物年金品牌的鸡和蔬菜的Dog Tree。那这个的话呢，现在就有它健康，而且它这个口袋可以再次封存，没有添加剂，也没有人工填充物，不含任何毒素，而且的话呢是小包装，也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源。那今天就有给你的宠物，那你现在在喂你的狗都要赚钱，这给你45%的 BV 或者 IBV， 这是你们的，可以在两者之中选一个，好吧？好，好，这是的话呢，你值得要你上去咬一口的 BV 和 IBV 的来源，那你现在从你的狗身上都可以赚钱了，好。那这个的话呢，还仅仅就是我们购物年金宠物系列的这一个开端，这是我们购物年金品牌宠物系列的开始。但是我们还继续说，这个我们在开发中，这个市场呢，我们现在讲的是上亿的啊 ，B。这个是170亿，单单去年呢就178亿。这个市场呢，到了2024年呢，这个预测会增加到252亿美元。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在开发新的东西。你有现在有购物年金的这个咖啡，你拿到 BV 和 IBV， 很快的，我们还有绿茶也将会有这个购物年金的 BV 和 IBV 了。 BV 或是 IBV 听起来怎么样呀？绿茶，天哪，好玩了，我真的是今天在这儿讲的非常开心。
一切都美好。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这些是改变游戏的这么一个早上，因为现在从你的购物年金，你是每天使用的这些产品呢，你现在还有包括你宠物每天吃的东西，你可以拿到57%的 BV 或 IBV。 我很开心你能够选择 BV 或是 IBV， 那是比你过去所挣的 BV 和 IBV 是15倍多，增加了15倍，增加了15倍。还不仅是这样，你如果挣不到更多的钱，我们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一定不断的做，直到你们挣更多的钱。所以现在讲到这里，你们听了喜欢吗？我明天早上还有更多的告诉你们，但是如果好，现在我们要做个大转弯，完全讲另外的东西。现在呢，现在讲世界大会，先说一下世界大会啊，换个话题。你想想，如果到了这个世界大会的时候，带了很多的人，你今天早上听了这么多，你都想巴不得他们今天有在场啊，但是他们不在。所以呢，我们听了这么多好的东西，我们一切开始都这么强劲的，那么所以很重要的，你把更多的人带来，对吧？就好像今天你听了这么多的时候，你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所以呢，你就去买票，把更多的人带到迈阿密的世界大会，2020的世界大会，对吧？那么如果你担心是现金流的话，你现在可以上到线上呢，可以用 PayPal、支付宝来付，所以呢有6个月的时间呢不用付现金，所以完全是没有利息的。是如果你买3张票的话，你不用去付利息，然后6个月了以后才开始付钱，然后呢你还可以把3个人以上的人带到世界大会。你想想，另外呢，你拿到的这些产品呢，你在买了以后呢，你还会拿到这个免费的这个样品产品，所以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够拿这3张票去。为什么他们能够又增长又增长呢？就是因为他们买票去参加这些大会。好，每天我们还可以做的什么？我们每天所思所想的就是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来促使大家到去参加这个大会。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就是去参加这些大会，但是去参加的时候，你在迈阿密，你也必须要参与所有的这个活动，对吧？比方说，你要住在这个东道主的酒店，你另外呢可以用贝宝来买这个票，而且6个月不用付钱。那么，但是更重要的，你住的这个酒店，你如果住在东道主酒店的话呢，那我们还要给你更好的，因为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在这个大会场附近的这些酒店，他们在会场这个酒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开这个说明会的地方，对吧？你说好，我想去参加，我也要去住在这个东道酒店，那么。因为呢，如果我去住的话，我住的那地方能够赚 IBV 吗？去住的话还要给你挣钱，但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你去住这个东道酒店的时候呢，还可以赚到 IBV， 因为呢，我们跟东道酒店呢说好了，可以给大家很大的折扣。还有什么？这个星期天半夜之前，或是这个票卖光之前，或是说这个为房间的订光了之前呢，我们可以让你们去订这个房间的时候拿到 IBV， 这样子的话能不能鼓励你去买这3张票吗？这个3张票你也不用现在买，就是说呢，如果你住每一个房间一个晚上，就给你5%的 IBV。好像大家反应不一样啊，不一致。好，不是10%的 IBV 呢？你到这个东道酒店住一个晚上，给你10%的 IBV， 你会去住吗？好，你们现在开始跟我拉扯了哈。
如果给你们去住一个晚上，东道酒店，你挣到的是15%的 IBV， 你去吗？如果20%呢？20%的 IBV 们呢？好，现在开始兴奋了啊，开始感兴趣了。好，还要更上一层楼，还要做得更多更好。你在这个酒店定位了以后，这个是订到酒店，就是这个星期天的半夜之前，你不一定就是要去住，你就是这个星期天的半夜之前，你订在这个东道酒店，你订了。那么这些全都用 PayPal 来支付，就不用先付钱。也就是你的东道酒店在大会场附近，你如果一个晚上订一个房间，给你26%的 IBV， 每一个东道酒店的每一间房间住一个晚上，就会拿到26%的 IBV， 而且不用现在就去付钱。你住在这个酒店就可以挣 IBV 26%，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星期天的半夜之前，或是如果明天晚上，如果明天晚上就被订光了，就不用等到礼拜天了。在它截止时间是礼拜天的半夜，但是之前如果订光了就没有。现在你可以带到这个购物年金点 com 这里呢，从你的东道酒店这里订了这个房间以后呢。这个是在迈阿密的这个酒店，那么截止时间呢是这个星期的半夜，或者说之前26%的 IBV， 还有更好的，也就是每一个晚上你住呢可以拿到75% IBV。 那么我记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那么你不用4天都事先付钱，这个乘以4的时候，然后又拿到特别的这个折扣的话呢，总共呢如果住4天呢，4个晚上就是300个 IBV。 那么你现在立刻呢就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就可以加就合格他的红利计划了，所以你不必现在就付钱，你可以在4个晚上，这个世界大会结束了以后，在迈阿密的时候呢，你就拿到300个 IBV。 那么所以呢，在第一个季度你就可以拿到2020块钱的红利。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啊，购物年金啊，所以非常希望，非常爱你们，请大家把握机会。